覧の番組は COC 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空气方向盘，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。啊，最后呢度。哦，对啊，今日要来去三连波。错是吧？你一台足大台的车。出动你应该是蛮……这个车不是常在买的啦，过去顺便拍一下好了。不是常有的车，对，那个叫做什么？知道吗？皮卡。皮卡。丘。有皮卡。哦，不是皮卡丘，是皮卡。皮卡。皮卡皮卡。继阿妈 OK 哇，都来什么车在那边？拭目以待了，以后台湾也只有那三台，那三台来讲没有吗？有啊，还有啊，三菱皮卡，三菱也有皮卡，你买哪边？白色的嘞，反正你现在不讲啊，皮卡白色的，白色的要霸气一点，要黑的啊，要黑的哦，不然我们回来把它喷成迷彩这样好不好？然后上面加个五菱机箱，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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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然文件不行，我加个水枪嘛。哦，我啊，下次用你们的那个摄影的三脚架放在上面就好了。可以吗？撑得住吗？那你们的脚架太烂了。好，我们今天要去三重沙田波，我还没开过哎。开过了，开过了吗 ？OK。九刷都还都 OK。耶、yeah, 欸，哎，珊珊，你觉得我跟这台车搭不搭？哈，搭不搭？蛮搭的。这个是平的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我知道。有跟车哎、欸。是什么车？什么车？你垮的名单。你要看侧面一下。好，它正确名称应该不是海力士啦。它是什么？想问天，问大地。英文名叫。哈哈哈！哎，来 ，Helix。对啊，它应该不是海力士。海力士真来讲，应该是那种。大台的面包车那种，哇，类似那种哇，大台的，对，那我们就叫海力士啊。好了 ，Helix。可是很奇怪啊，这一台就没有标签。为什么？不知道，应该是进口的，它没有标签了、啊。白车，黑内装，黑屋顶，嗯，赞。可是这个后面不讲好不好做。我身高165，只剩下一个拳头，拳头哇。哦，对，拳头。啊，这个有载过小姐，你看。载过小姐，载过小姐，你确定这不是吧？是啊，那手啊，这东西在不在？化妆品，不然就是防晒。你确定？搞不好是他太太的啦。女生的方向盘都是这样啊，都有粉，还混就白色啊。以后洗方向盘用什么啊？用什么？那个卸妆油，卸妆油才卸得掉啊。哎，这个不错嘞，如果万一缺水有没有？嗯啊，你看还可以装水，有看到？不会排掉啊。我们要开了就没了。赞哈！哎、欸，这个还蛮重的嘞，哎、欸，这个钉嘞，这跟旁边不一样哎，旁边那个停两个怕爬嘞，很厚，这个应该撞不带到啊，你后车出来撞也撞不到，感觉都很粗哈，是超用哎，这样算是泡水车吗？后面应该没什么在整，后面看起来都没有在做，你知道为什么要卖吗？为什么？我有跟车主聊了一下，嗯、他是做那个铝汤的，铝汤的哦，铝汤，不是刷窗刷门没玻璃，铝窗，铝窗的，因为他这个是跑工地的跑来跑去，后来发现台北真的好难停车，很难停这种车吧？对，因为第一高度嘛，高度也有限制，哦、长度，我这种就等了，这应该超过5米吧？我等下啊，行照那边我大家看一下行照，2019年10月的 Toyota 啊，可是这个是2800cc 的柴油、哎，这么大。不是2000的哦，2800的哦，这跳薄链哦，好框式的 LED 头灯。啊，他为什么验那么多这车？他是水电工，好像是因为、欸、是领那个关系，所以他每年都要验车，营业车啊，嗯，对吧？营业车那也是每年都要验了、啊。哦，对。哦，就当哎，看管嘞，哦，去管去管去管，还蛮重的，很大一片嘞。骑这个车。车主说都没怎样，有啦，他说这里啦，新车的时候这边有被刮到烤个漆，他说换掉还是烤漆，那不知道了，人家赔的，这边刮到了，啊，板件都没有，可是我们还是要看一下，因为我常讲了，你有可能说话骗我，可是车子不会说谎，嗯，什么叫不会说谎啊？他有就有了，不会不见了，嗯，好，真的没有，看起来是都没有怎样，我现在都很难看，但是都把它封起来。看完了的，新车真的没什么好看的，因为它没什么、啊。引擎盖，引擎盖没有，没事。引擎盖贴纸胶都有，这个、啊、这算没有、啊，算原厂的贴纸。一般来讲，你如果撕下来再贴上去，不会那么的漂亮。它这个是有 ACC 的，
啊，兄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啊，真的可以。哇，好了嘞，看完了嘞，这应该不会漏油吧？好，没有，看起来是没有。可是他跑比较多，因为他是有跑工地，他跑了，我记得是7万。我这钥匙到我这里，我发一下好了。IKEA 的嘞，对吧、啊？7万一啊。台湾的皮卡是不是都是柴油车？对，不管是福特的那些都是。车主刚刚回去拿走了呢，他说后面有三件事他去拿回来。其实这样讲，他昨天有来店里了，我跟他报过价了，今天确定好就可以牵走了。看起来都 OK 嘞，那椅子应该7万多应该都是驾驶座。啊看，靠我轻，我不管丢，椅子还没破就破到后面，为什么？勾到了。好了，再跟他喊一下吧。就没买过，我不知道他注意什么嘞。还蛮 OK， 不是算吗？不算吗？不算了，不一样啊。哎，环境嘞，哎呦，还蛮需要的。在台湾应该需要这个东西。我刚看到这个啊，环境的啊。你看到的。环境的，我想说这是什么，还蛮需要的。直接可以切哦，四轮。啊，哪边有差？来加。四轮是什么？四轮低速的、啊。四轮低速。应该是吧，变比较有力的。啊，二轮。二轮加就不见了，好用二轮就好了。不然等一下说我大欺小，哈大欺小，我开这个他、啊、欺负你那个小台的，靠什么啊？跟车啊，跟车。那你看，真的是头打是万年不变，它就是这一根哦、啊，是吧？定速，对，定速跟跟车的话是，对，按下启动之后啊，跟车就按上面了。啊，这应该没有至中了、啊，看起来是没有，有偏离没有至中。好了，我去跟客人再瞧一下价钱。哟、你看车主连装都没装过，这两个是导流的，这两个黑的是底下这样过来上去啊、嗯，上面有一只像导流板一样。好了，赶快放上去。喂，放好。哇，卖完就跑了。这是在的，太不戴安全帽。没有，那出没有在停车场啊。好，好啦，价格敲好了啦。其实大哥人不错啦。新车价多少？其实我看权威150哎、欸，是 T 给啊吗？150，这算3.0还2.8？2.8的，嗯，税金是3.0的。换个角度想啊，它算跑比较多一点，三年跑7万，对，一年是2万出一点点、嗯，对，大概就是一年大概2万了、嗯，哎，合理啊，他在跑工地的，在跑，因为他真的跑工地不适合，嗯，搞不好他旁边货车都是他们的、欸，我在猜哎、欸。他们做对啊，他们做纱窗的啊，有可能是他们的。这台给你开啊，我看一下大车，可以哈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会很过分吗？我不会把它开坏，放心啊。发现你不能过桃园，桃园以南你开不回来。为什么？上次新竹你也回不来啊？哎呀，听说这边有很棒的卤肉饭，你要去吃吗？走啊，问题是有位置停。哎，金大哦。还是我们先开一台车，不然这台放着，我们开这台。哦，好了，哎，上车上我改载。五五啊六，好像你。这车也很高了，我看人家货车有没有，嗯、后面有装水都洗车头嘛，很薄啊，打洞啊，直接卸下头啊，来，我抓住啊，踩刹车，咻！哦，有没有哈、哦？水又来了，再次，应该没水了吧？哎，镜头干净了，干净了嘛？请问要缴钱吗？没有，不会，等一下，我等下明天再来看，而且还急吗？啊，这台钱哦，这台免啦，这台伊都给租呀。好，给租呀，好。这台拢过毛病哦。对，我知，对，谢谢。欸、管理员都帮他讲话嘞，没有问题。管理员说这台车都没毛病，什么卤肉饭。他说金大，今天很大，听说很屌哎，还是要买回去。买回去。不好停车就买回去吃啊，多买几个。哎呦，兄弟，这是兄弟吗？差不多啊，同样的啊。这福特一样啊，兄弟。开这个哦，最不习惯是什么？一开始的时候要加油的时候，你会加错，怕加错油。你的汽油开习惯，你突然开的柴油，你也惊惊。因为我们常换车的比较才会这样。如果你单独开这一台，就不会，你就加油加柴油就一直加柴油。我曾经开柴油车去的，已经到柴油站了，还是习惯都坐九五加嘛。啊，五加怪先啊。对，提下车啊。有嘞，他都有刚刚这些门啊。你车可能你移的时候，你刚刚听车本件摩擦的声音。我没有听到底盘，但我只有那个后面铁片，铁片，然后跟内饰板的声音摩擦的感觉。所以其实前车主说的没错，在三重开这种车真的蛮对啊痛苦的。你去工地，对你去工地或者去估价，他去人家的家里，真的很难停车。假设好了，难免都违停了。你要停在违停的地方，你要找很大一格的违停，还没有那么好找。有些小车随便塞就进去了嘛。可是那也蛮厉害的，可以开7万的。那我要停哪里？那只能你去买了啊、哦。底盘在您的右边，金大
我要停哪里我都不知道、欸。苦肉板的哦，汤就这。哦。就这这汤。没有，等一下那个啊，你下车我又把椅背放下来，把它渡掉啊。我现在开车慢慢开就好了。好香哦，干，我都饿了。其实这个不管大再怎么大的，我的感觉是开起来其实都是一样的，往前开都没什么感觉。差在哪里？首先路边停车就很有感觉了，像车位，像比如说像这个中间就很不好停车。这个车就是要么就最后一个位置，要么是第一个位置最好停。然后我们就牵车，车在那边。高岛沙发按摩椅，智能声控，动口不动手。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。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今日的战果，今天我先买了两台白色的。那、啊、你那一台什么时候买的？嘿，你还没来的时候就买好了。我本来想说今天买的还算很大的车了嘛，没想到下一秒更大的车又出现了，有好开吗？好开吗？还蛮陡的，因为我今天我们刚好去买便当，我不敢开太快，我怕等一下变成综合变成重。所以开慢慢开会还可以啊，可是它就是它还蛮硬的嘞，就是硬又晃晃的这样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我知道。对啊，今天买了 R X 跟这个，海力士，什么意思？海力士，海力士。好了，我要去吃饭了。耶、yeah, ，今天买两台。很新嘞，很新啊。他说他新的就没装了，交车的时候就拆掉了。这只应该是这一边的。啊呢？没错吧？啊、哦，对。它螺丝有分三种，长的、中的跟短的。嗯。所以刚短的我刚锁是锁不进去，所以我决定用中的。好，那这样哈、哦，你看啊、哦，先弹簧再垫片，锁紧弹簧就会撑开，就螺丝就不会松了。嗯，先装垫片，这个细心点。它是这样哦、啊，对，它是这样而已 啊。等一下再锁。这两根装上去帅多了。很热嘞，天都黑了，还是很热哎。没有螺丝哦。哦，哎，螺丝不少，很多哦，超多哎。我以为只有几根呢。卡吧，卡拢麻子，先坐下吧。你看这样手几根自己放进去，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然后再装里面的两颗。啊，好了，基本锁好了，其他这个很简单的锁一锁啊，这个脚架锁一锁就好了。比较漂亮而已啊，就是盖啊，盖住，就这样没了，就这样。耶，洗好了。蔡灿，这种天气真的是不是人干的。刚锁那个架子完之后，还继续洗车，衣服都是湿的啊。可是为了怎样呈现最完美，你看，我看到啊，哎、欸，这一碗现在就碎了嘞。对啊，这个白不是那种脏脏白，是、欸、珍珠白嘞，蛮漂亮的，很亮亮。对，好啊，那个架子装上去，等一下你再拍一下，质感整个上来。有没有可能是货车，现在变货卡了？也、欸、有比较好吗？今天分享这个啊，到时候小师就会应该拍那个路侧，好像 OK 这样拍的，现在看他去比较一下，跟那边两家，一家较紧扣，一家更黑啊，严啊，一家细个要死。哦，因为那时候买的时候下雨啊，现在洗一洗，喜欢就有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，我可以买更多的车。你觉得还会想买吗？刚洗完车以后，本来是还蛮想买的，现在洗完车就不想了。哦，因为爬高爬低。后车厢也要洗，真的还蛮累的。我刚注意看，那铝圈是六颗螺丝的嘞，它不是五颗的，六颗的。哦，不是一般轿车五颗，那六颗。肩膀嘟噜的，看一下，整个都起来了。哎，差这个架子啊，这个架子最累，螺丝好几百颗，还不知道谁是谁。我还是把它装好了，厉害了。
哦，还有一个上面那个。对啊，有啦，这样好看多了。好看多了啊，给这个都给它碎啊。好了，我要去休息了。哦，快累死了。食人族你知道吗？嗯，食人族就吃人的嘛。嗯，酋长有一天他哇身体不舒服，你知道吗？医生看，医生说你肉吃太多，哇，升高了，所以要吃素一点的。他就下令就要吃素了嘛，他不能吃人吃素啊。你知道他后来改吃什么吗？叫他们部族去抓植物人。吃植物人。植物人这么好抓？我不晓得，好抓他不会跑啊。Ferod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，得您信赖。